再过一个夏天，我就是高中生了，可以参加我最喜欢的热舞社团，还可以谈我人生第一场恋爱。但高中生真的像我想象的这样吗？好期待高中生活哦！哦，这题我明明就会啊，怎么会这么粗心呢？一心你考几分？95啊，这题我不应该错的。你呢？我考90分啊。我也是啊，明明可以考100分的。我怎么会考成这样？60分，我第一次考这么烂的分数。我明明就已经很努力了，为什么还考不及格？笨啊！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啊！新平，我今天可以去睡你家吗？怎么了？我考这么烂，我根本就不敢回家。分数还不错。哎，徐斌，考几分啊？90分，还好，还好而已啊。哎，考不错哎，比我还高。我这次考的也还可以，有80分。哇，大家这次考的都蛮好的嘛。那我也想考几分呢？我考95分。哎呦！你是偷招我们综合起来。好想要像你的感觉，太紧张兮兮的，再考几分？60分，低空飞过。Yes， 还好有及格。我也是，差一点就不及格了。考得比我差的人一定一堆。你好，你考几分？45。没事啊，我也才高你一点啊，52而已。这次的题目真的太难了啦，谁会啊？考不及格是很正常。没关系啊，就分数就好了。今天我们要来选班长，有没有人要提名的呢？老师，我要提名巧瑜，我觉得他平时做事很认真，功课也很好。老师，我。新平，你要提名谁呢？我想提名我自己，我觉得我可以当班长。老师，我觉得我也可以当。恭喜巧瑜18票，下一任班长就是巧瑜，你要好好加油哦。老师，我可以的。今天我们要来选班长，有没有人要提名的呢？都没有人要提名吗？没有的话，那老师要用指名的咯。老师，玄彬啊，玄彬刚刚说他要当班长，白痴哦！老师，我没有说，你不要听别人乱讲，我没有。同学们，把课本收起来，准备考试。哼，考试没在怕啦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咦，原来作弊的不止我一个哎，连巧瑜也是哎，新平耶。太厉害了吧！大家的作弊方法都蛮高招的嘛。同学们，把课本收起来，准备考试。你那边都准备好了吧？我想你的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啦 ，OK 的。同学们，时间到，把笔放下。我是宇轩，记得帮我们中学频道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然后我的 IG 主页在这边，记得追踪追起来哦。